可以啊。我们这一碗是32,000。我便宜便宜便宜，有机会的话。还很宜兰吗？蛮宜兰的，蛮宜兰，蛮爽，就是空间很大，然后可以整个自由运用。最近是不是二手车市也很热？还好吧，生意很好。没有了，普通而已。普通而已。对对对。听说有一台车上礼拜刚挂，马上卖掉了。还行啊，刚好有人喜欢。对呀、啊。杏美之乡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要多一个新的单元，叫科比传教士之体味。什么体味？体味就是这个异闻少年啊，不是这个体味啊，体验那个乡土的。我今天要带你们去宜兰，回去我的宜兰的家乡吃好吃的料理。好，塞我家的车，现在宜兰爽，爱走宜兰嘞。带你们去吃个人认为好吃的东西。你个人认为？对啊，不代表全部人的口味啊。有人该吃咸的，该吃黑的嘛，这个是大众大家都喜欢的，普遍都喜欢的啦。我们等一下就出发了。只有你一个人哦。还有个秘密的嘉宾，我们就先不要讲。要体味，当然要找一个女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去了就知道了啦。好。走吧 ，Go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宜兰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参观神秘嘉宾的工作室，看了你就知道是谁了。这样讲，他说我是假的宜兰人，我就觉得他也是假的。他是在地宜兰人，住的就是大楼的宜兰人，我哩大大啦，我哩大透天耶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哎、啊，我这样手一压就开了，就求了。嘿、hey, ，大家知道是谁了吧？哎，这个给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海丽。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为了你们，我还打扫了，连3个月前都没有打扫。除了常来的位置扫了，真的要常好常来啊。深圳宜兰人的住处是吗？假宜兰人，真宜兰人。真宜兰人住在假宜兰人的房子里面。对，其实我买这个，我真的我阿公也谴责我一下，因为我阿公说真正的宜兰人是不会住大楼的。对，我是、欸、算台北人，可是我宜兰的房子还是套厅的。为什么你算台北人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户籍在台北。好吧，那拜拜，先切割，切割。好啊，我来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。这里是我的，但是客厅呐、啊。客厅。啊，我们客厅这个挑高4.2米，现在绝版品。现在法规好像最高只能到3.6米啊。我们这是因为它比较早盖，所以它4.2米，然后它是做楼中楼的设置啊。我们客厅，我们沙发就这样，有没有很爽？来来，坐坐看，坐坐看。我平常躺在这。他平常躺着，我要躺一下。往后躺，往后，你要整个跪地，整个坐进去。这设计腿短的，沙发摸起来蛮舒服的。这猫抓布啊，要不要看一下餐厅？我跟大家讲，宜兰的房子就是有个好处，你每个功能、每个空间，就是你每个空，你每个功能可以对应一个空间。因为像台北，我以前台北租房子，我吃东西、睡觉，甚至是沙发、客厅都在同一个，同一个空间里面。对，同一个空间里面。哦、可是，在宜兰你可以分批来来来这边看。我、哦、今天怎么有点吃螺丝？来来来，看到我太紧张了，有一点太帅了。哦啊、来，这是我客厅，哎、欸，餐厅呐、啊哦，然后餐厅这里就可以坐着吃饭。餐厅、客厅都分不清楚了，那太紧张了。我太紧张了，我在吃螺丝。坐着吃饭之外，旁边还可以配电视。我们电视儿童，然后旁边是厨房，跟我们家一样，我们家厨房跟我们住的地方是分开的，因为油烟才不会跑进去啊。对对对，这宜兰房子设计的美妙。然后重点，我最近有开始在下厨，所以这真的有在用。好，我给一副就是不相信的样子。不知道，我没吃过，我怎么知道啦？我现在知道，我一个常来的。然后后面呢，有一个多功能室，这个地方把酒杯打开，怕亏怕亏被亏被禁被禁，台语买通嘞。噔噔，来拍麻将啊！拍麻将哎。这种店不行哈，欧毛礼物，吃饱就睡，工作室。老板，还有送你那个猫的吗？阿豆，给海丽挡泥板。哇！那你平常有在骑机车吗？现在会要了，现在买机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绝版品哦、喔。这个追梦人，我自己剩5片哦、喔，自己3片出去，我也只剩2片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吹这个半瓶山头。是哦、喔，那我哪舍得跟人家来喷头？我劲啊！而且那就是坏掉或干嘛，再来跟我换一片。哦。然后这里就是我的多功能室啊，像娱乐室，这里可以打麻将。然后后面是我的收藏品，旁边一样可以看电视。我们没有电视最多了。对，到现在已经有3台了。然后后面这里是我的健身房，可是最近在晾衣服，先不要看一下，健身房最近都没在用。那我们看楼上来。好、啊。
好啊，然后这二楼有三个空间，看你要先看哪一个。这个就这个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，这是干嘛？这里是一个小客厅，小客厅。因为我们家我有一个弟弟，他那个国小姨，他每次来，他要打电脑或干嘛，我不会让他去占用楼下的电视，他就坐在这，然后那有投影机，可以打电动，打电动，完美，是每个空间都运用到。好啦，现在来看我的电竞房，好，请进，有信心的了，哦哦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整个哎、欸。这个是整个战队，这可以四人对战哦，组队的对吧？二三四，四个人整个组队对战，重点是，我有点喘，重点是我朋友如果来宜兰玩，然后打电动打太晚，可以直接在沙发上睡觉，超爽。我都想到了，这样算一算我不行嘞，我累了要睡真的。你回家，你家那边你回去就好。你说我直接对啊，你回你直接回家啊，所以不能懒，我只能打电动打完就要回去了。对，我这里局限就是什么十定以北，十定以北才能睡啊，十定以内都当天要回家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旁边，哎、欸，这里真的是什么没有空间最多，这是视听室啊，来来来，掐贼，这里又是一个沙发。我跟你讲，这里原本有一个那个投影机啊，我们家人就在这里，然后躺在这里，然后也可以唱 KTV。唯一哈就是不能太高了，像我们都没有问题。我也没问题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唱新入住哦，身高可能180的人真的是头一直抠掉。旁边我们还有客房，我们往这边看。哎、欸，我两个床呢哈。还是你要带小孩来这里民宿睡觉？也可以啊。我们这里一晚是32,000。我便宜便宜便宜，有机会的话，对，你打个折啦，打个折，28,000就好了。两万，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都台北人，我为了就是吸引他们来宜兰陪我，所以我才寄出这么多花招。结果还是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学税的关系，其实回去很快。就是来他们就会卡住啊，他们就塞一次就怕就不来了。这就是我的工作室 room tour 啦，也算是我家，因为我前阵子把它买下来，还 OK 吗？还很宜兰吗？蛮宜兰的，蛮宜兰，蛮爽，就是空间很大，然后可以整个自由运用。你看后面在看我的玩具，他在真的很认真欣赏。对对啊。我楼上还有很多你们那个年代的复古玩具哦、喔，什么 Sega 啊，什么超人啊，超人对，不是我年代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去收购旧物收购来的，还行吧，布置的很不错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宜兰十年后盖高铁，现在买刚好，十年后会涨，赶快开山买了啦！2032年有高铁，不是，对啊，他在50岁都想那个了，你2032已经50岁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哦，你已经40几岁了。哦，看不出来哎、欸，看不出来，以为是50岁。没有，我以为30末，我20几而已，不要再误会我是轻熟女。我跟你讲，我去年说我25岁，每个说那我扣零，很多人说叫我就是忠实的面对自我，不要在那里谎报年龄。我说我84年次啊，大家都说1984。就不要太在意了。我就是那个老个蛋啊，所以在此帮我澄清一下，我没有那么老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可是我没看到身份证了。好了，我去拿。你也不信，你也不信。不是，不是我不信啊，我没差啊。你30岁跟50岁，我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。欸，真的嘞。什么真的嘞？啊，真的了。人可以老，心态不能老。这是老人才。啊，是这样。真的、啊，我真的是老人了。对。對没有没有、欸，因为年轻都会装成熟，对，老了装年轻，忘掉，就是很现实。哎、啊，那接下来要去打 PK 了。性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的车是几年的？2003年的，差了5年哎、欸。但我这个很有时代的感觉。我觉得 Mini 它双门这个它很可爱，可是它机能太差了。啊，或者是说它在维修方面也不好顾，尽量不要买天窗的。不是，不是希望，因为哈天窗老车总是有风险漏水，或者是说像你讲，好没漏水有异音。可是很漂亮哎、欸，很通透。可是我老灰也不该想更。好啦，我这个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好不好？那年纪大了，畏光会。害怕，所以晚上越暗越好。你看，即使你对这个有爱，你就是会修。所以你一路修来应该我觉得都是小毛病，不会掉枪，也没有到那种危及到安全性。可是小毛病要去处理，就有点麻烦。反正就是变成说，我要很常预约技师，都是那种可能2-3个小时可以处理完的，哎、啊，就是几千块或是1-2万内就可以处理掉。对对，都还蛮贵的。对 ，mini 啦，双 B 都一样啦。我的车去也是啊，尽量不要去，就是好像人老了有没有？不要去看医生，你看了就完蛋了。但我觉得我这台车我不会卖，就是我的。起家车，可是它真的是机能不好，我要找第二台。可比，你会推荐我要买哪一台？
其实这样讲啦，买自己喜欢的就好了啦。假设好了，你不喜欢头塔，你买头塔开起来就不自在。对啊，可是最近找了很多，真的是吹爆嘞。最近是不是二手车市也很热？还好吧，生意很好。没有了，普通而已。普通而已。对对 对。听说有一台车上礼拜刚挂、啊。马上卖掉了，还行啊，刚好有人喜欢。对啊，最近我找，然后看了很多，像网络上，甚至社团，甚至我去那个 BMW 他们原厂认证中古车，你有去看过？他们光问，他们就说卖掉了，卖掉了，卖掉了，都卖掉了。我连看实车都跨不。啊，但是客平，你有吃过今天的那一家吗？就是我要推荐的那家正雄小吃部。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你没有吃过？啊，都无力啊呢。换个角度想，我回来的时候哈，就跟观光客一样的，为什么都要排队？我就不会去吃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推荐的这家，它不是传统观光客会去的，是正宜兰人才会去的。所以你等一下进去看，都是那种阿伯啊。搞不好我是西安的。哦，有可能哎、欸。我爸是那种我们家卖冰块，他送货，然后他就会去挖掘那种地方美食，然后我吃我就哇惊为天人啊！可是今天这部影片出去，会不会大家都爱吃？我们吃的时候说不好吃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你看像这个啊，这个也是吧？你看平常日都要排队，不知道排什么。今天礼拜三哎。对啊。他在排队，而且现在已经还好，才排可能十几个人。他平常就弯过来哎。哎，我好像开过头了。他在什么路？在后面。哎，还是这里。文昌路。你刚在的。我在的。看到你。其实文昌路也有炸酱面，蛮好吃的。你太帅，我太紧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不亏吗？啊，你这假假的烟人。十点到五点，对啊。啊，今天不是礼拜三吗？他 Google Map 写今天有开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下是我的口袋名单的之王，哎，就是最好吃的，我一定要推荐给你吃的。结果没开啊？哎，他写什么？礼拜三公休。好，拜拜。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叫他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分家的。我依然很喜欢分家哎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像比如蒜蕊也是分。蒜蕊肉跟姐姐弟弟分家，包心粉圆，夫妻离婚分家。对啊，蛮多的啊。可比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泰山给我看你推荐的名单，我真的是嗤之以鼻。正好鲜肉小笼包，它很好吃，大家不要误会。可是它是观光客名店哎、欸，它还要排队，它又难停。对，现在好像要出号码牌了。没错，你怎么会推荐这家？啊，因为正常的话我吃不到啊。他关店的时候我还是刚睡醒。可不可以讲到一个重点？宜兰有另一家也是煎肉小笼包，然后也是名店，它叫做正常鲜肉小笼包。我跟你讲，那才是真正在地宜兰人会吃的。重点是它早上六点开到下午一点半。我搬来宜兰一年，左转出去我吃到两次而已。所以像我们现在两点多加班去帮忙收摊而已。正常鲜肉小笼包那个汤汁，然后那个葱，我自己会更喜欢正常。他在那个、啊、绿酒市场旁边那个吗？对哦，讲到说绿酒市场，在地啊吧，在地在地。哎，重点是他那个十颗才90块，十颗九十块其实算贵，算贵吗？一颗便当，宜兰再买一颗便当多少钱？啊，你觉得吃一盒会饱吗？以男生来讲应该不会饱，对不对？那我的价值观是不是前几年在台北被搞坏了？对你被养坏了，我都用鼎泰丰来比较。我想说鼎泰丰八瓦扣，它里面有汤汁哎，有葱哎，然后烫口的，这样哎，一颗都要将近快10块钱了。可是现在金沙一颗也要十几块啊。金沙情人节才会送啊，那爱是男生买的啊。啊，左转啊，右转啊。左转好了，应该是左转吧。我都自己买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没错吧？没错，没错。要把你扣到泰山法郎，它就是一个国小的对面，然后这附近很难停车，警察都会来抓。店越有名的地方就抓越凶。你看这一排，这一排就是在吃汤包的，这一排都是乱停。你看，你看，今天礼拜三呢？对啊。对，正常鲜肉小笼包旁边有停车场，这就是它营正好的一点。我真的不知道这里要停哪，我今天不在啊。今天不在啊？哎，你讲宜兰人啊？我不是假这间啊，我假正常啊。不然就是哦，接驳公车过去。宜兰，你有看到宜兰有公车吗？后面有一台公车。好像可以哦、欸、我们照过去停在那边，请他们开过来啊，我们三个在那边就好了，代客趴车。对，董事长的思维就是跟我这种小喽啰不一样，我觉得很合理。对，我们直接开过去。好，我们就开过去。
真的好吃了。小笼包一上来，什么只剩一半？因为他们在设定相机的时候，我们就探求给你家。这个一定要趁热吃哎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汤汁，然后如果你摆久了，那个汁会把它的皮浸透，那个皮就会软烂掉，浪费不行。我觉得宜兰的小笼包之所以会受大家推崇，就是因为它里面那个三星葱放很多，然后里面不只有肉的那个嫩，然后肉汁之外，还会有青葱的辛辣味。啊你又没评，是不是你推荐的？你都听我讲了、啊。因为这里三点就没有，真的是。你看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没啊，没啊，完全没啊。一份，而且肉汁喝起来很鲜甜。对，我们都没有沾酱哦。这就是真的是我们宜兰的葱，真的好吃。我们排半个小时，不然就是大家来以后你就提早来抽号码牌，不然你当场要抽，当场吃不可能。我们连平日下午都要等半个小时。哦，我吃完了耶，厉害吧？哎，再点啊，没了。人家收的，老板收的很快，还行吧？我比较喜欢正常。他喜欢正常的，他不喜欢不正常的。但我吃一盘就差不多。对啊，女生胃会比较小，一般交男朋友也是啊。我吃两颗就饱了，回去大吃披萨一块什么之类的，炸鸡桶，可乐喝三杯这样。下一家。好。他是有点裙子有点紧。性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因为它的价格，老实说 ，B&W 宾士也有可能买得到。可是现在换个角度讲，西双米已经算很入门的一台车了。就是像我叔叔他们想去看车啊，他们就周末才有空公休。我说哇，超帅的。可是我真的没看过别家有人礼拜日休的。我没有注意别家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还有很多是网络上在挂面议，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我另一个同修两个女生去，然后那里就很恐怖，凶神恶煞。我是对那个怕鬼的。你保吗？我恰别接。